我这个小妹，可能一点不看过。安怎？我找你找着人啊吼，迄个老的确实就是恁老爸。嗯。我听讲，阮阿爸财产早就毁掉啊啦，也毋过拄则看伊住迄间厝，也袂歹哦。哎，啊，迄工程咧，等于那代志。啊，对啦。这段代志暂时安那，你先替我去办另外一段。 就无简单，才甲大家斗阵个遮尔好，起码不得已爱去搬厝。唉，小强伊足可怜的，对我一个歹命的老母，死个伫咧流浪，永远拢找无安定的所在。 来，高英啊，来来来，我看你甲文忠啊是了有共无咧。哈哈哈！哈哈！恁爸对你好笑神，你互我歹看面啊！大妈，大妈，阿娘，你谁个在吓惊小强啊？小强，好怕，好怕吼！我哪有在吓惊伊啦？我是要甲伊亲近尔，哪会知影讲伊甲恁人共款？ 安尼古古秘秘，吼，安尼一点一点，拢共款共款。大妈，小强，有什么事？没关系，不要怕，告诉大妈啊。我妈妈又在收拾东西了，一定要是要带我搬家，我不要走，我不要离开你们。我不要走，不要走。这查某够巧，惊歹人哦。 知影恁爸伫遮，安尼包好啊，款款来也会用要走。哎，小妹啊，你有看哦？恁这大暗时做假啊？哎呀，这件代志哦，你莫吵好不？你要啉袂茶哦，泡好啊，你去啉啦。哎，高英啊，你等于甲恁老母讲吼，看伊要选去什么所在，甲我讲一声，我倘好甲本地兄弟交代一下，倘好照顾你吼。我才不要！ 你是外人，你是流氓，我才不要听你的嘛！你敢甲我讲这个话，你免头一摆听到，你搁讲一摆看麦，你讲什么？啊？大妈，小强，你先回去啊，别怕，先回去。嗯。阿兄，你到底是安怎？火气那么大？有影，我火气真正大起来啊！我看哦，我来关两罐啊，袂晓酒啦，通好止喙焦啦。 你这是要搬厝哦？是，我拄仔小强哦，拢甲我讲过啊啦。小强甲你讲，我要搬厝。是啊。小强嘞，你哪无倒转来？我拄则搁看伊，伊伫遐呢。小强，小强，小强，小强。 那小强，你要走东西啊？哎呀，哎呀啦！那小强已经动啊！叔公，叔公，你要去把那个坏人舅舅赶走哦。小强啊，免惊，甲即讲转来哦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回去。如果我一回去，妈妈一定会带我搬家，这样以后就不能跟叔公、小丽姐姐玩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回去。小强啊。
听即讲诶话，你若无转去吼，恁妈妈吼找你会找甲安尼足着急足烦恼诶。哦，你毋免惊，即讲吼绝对袂互恁搁搬。哦，来，行行行，等，行行行行，等等行行，好，来，乖乖乖。小强给你取消这件啊！小强，你看，你妈妈点头了。妈妈，你不能骗人哦。静怡啊，拢是一家人啊，你袂用讲哦，要搬就搬啊，哦。走。小姐，啊，恁大爷呢？啊，是讲出去灌两罐酒啦。不来，先来这参详去。哎，亲家接光啊！啊，接多啊，接多。啉烧酒无伴，啉者，啉者，啊！媳妇啊，这酒先甲灌入去，啊，串两行啊菜，我甲你大兄讲一个话。好。亲家姑啊，啊，算起来是亲情啦。啊，有一款代志哦。应该要让你知影，安尼大家后摆哦，较袂误会啦。对，听你讲这句话，我就爽。哈，安尼真好。我老实跟你讲，其实小强哦，不是阮文中啊亲生的囝。他是真的也是假的？啊，无伊咧搞因啊，那甲文中啊冷条条叫爸爸叫啊真好。当然是真实的，哪有讲假的啦？等你嘛所知影。文中啊吼，甲迄林小姐唔早就无来往啊！你，亲家即讲啊，你唔通把我当作拍哪呢？啊，无来往，我住伫隔壁，哎，啊唔多爱爬树啊，跳窗啊。其实这个代志是安尼啦，因为这小强吼，伊根本就唔知影讲，阮的文中啊，唔是伊的老爸，啊，所以为着无爱伤这囡仔的心啊，所以唔才讲吼。暂时住隔壁啦。哎，莫来这套哦！你今日伤着因啊，你都唔惊伤着阮小妹啊？秀芬的心情啊，秀芬啦，秀芬啦，来。阿兄，什么代志？你踮在阿兄甲亲家这公的面头前，讲一个清楚，你是唔是有受着委屈？无啊，哪有啦？你哪遐大声啦？阿兄，你若互厝边头尾听到计是讲吼，阮亲家在冤家嘞。来，有俩在讲哦。来，行。来，对，再讲。大兄，就是你这官仔啦，把恁个囝当作亲生囝。哦，你想讲用这款的借口，都我都耍死伊是。大兄，啊，因搬来隔壁住吼，迄是秀芬的意思啊。是啦，啊，我着看伊哦。我囝仔足可怜的，啊，四月伫咧流浪，我唔只哦，甲伊搬来隔壁住啦。哎呦，小妹啊，你唔通遐戆啦！你看因侄孙啊，两辈为奸，即款的阿婆全骗你这个查某嘞，世间敢有食实查甫人戆甲饲别人的囝？阿兄，我真正唔知影啦。啊？唔知影你过来哦？你这分明要求阮小妹啊嘛？哦，不乖啦，啊？阮小妹啊，才会离家出走。你还阁有迄落面去阮家找人啊？亲家父啊，你其中是你啊？你这个人做人的时代，伫个天前时势伫外口乱来，你实在吼？静怡，代志到这个地步啊，我袂用阁见自私。事实上，小强是文中的亲骨肉。哎哎，啊
这是什么碗糕啦？啊，来，罗勒咪，什么 A B C， 恁别看无啦！来，你看麦，再搁搭讲给我听。正义，哪会安尼来顶？前下遐伫病院检查的时阵，啊都，还是我拜托朋友做假。假使你若唔相信，用个蔡小强，搁再去验一摆。我并无想要搁再填文章的意思，我只是惊小强一时无法度接受我来离开伊的事实，所以我唔再带伊甲恁大家斗阵生活。等伊用个现即个生活，我就会来离开。拄只大阿公假，即摆目一个你闭真呢？哎，你甲阮爷爸仔当作啥货囡仔是？哦，你一个查某你实在有够危险的啊！是一个身份不明的囡仔，我是给你找老爸。你看啊！你看你这个小查某，安尼嘛好啊，亲家姑啊。大家是尊重你啦，啊嘛莫安尼讲安尼，你当作讲天顶天公地母有讲哦，啊做母姑真是做个遐气哦。大强啦，安那啊，哎，我托目屎啊，唔是让人吓惊大个呢，啊。啊，人我知影的吼，庄卡兄弟哦，来到这个都市哦，咧过十二度吼，那无较细腻啦，就叫车弄死啊啦。你当作我无见过世面是啊，唔是，啊，哎。恁爸干呐要三角六间快咧行啦，要行十字路口，看倒一台车，敢甲恁爸弄？啊，无是要安怎？安怎？叫伊来用，你是要冤家相拍哦？哎呀，要电锅机嘛不要紧啊，不是电锅机嘛不要紧啊。啊，恁爸吃撑袂等等你了。我试看卖咧，是安怎呢？试看卖无成啦。恁好啊，恁爸干完啦，我来走。你现在不用倒回去啦，小强若看你哭到安尼，伊一定会作伤心的。小强已经足可怜啦，你袂应该再来受恁家的侮辱。我知影，阮阿兄话哦，并无代表我的立场啦。现在我既然知影，小强是文忠的亲生骨肉，我求你，你千万唔通离开，好不？我会好好保护你母阿囝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让你母阿过受到任何委屈。我知影，你从来唔捌把我当作是外人，即摆因为是小强的关系，所以我愿意把小强交予你，你让我来走，弟弟，袂用的啦，你是小强的亲生老母呢。就算讲你临死，叫小强交予我，你敢有想过，小强若无你，伊是要安怎？有啥物委屈，拢哭出来无紧，拢哭出来。来，清洁姑啊，先啉一下米露吼，降一下火气，这个代志哦，慢慢啊来讲啦，吼。啊，实在是哦，啊，想未到讲这是小强吼，真实是文忠的亲生囝啦。哎，阿叔，这个代志是要安怎办啊？我向阳哦，嘛失主意啊咧。文忠啊，那我虽然是你的阿叔啦。啊！但是当了这款代志吼，我嘛袂用讲随便来做主啊。嗯，莫安尼咕咕哔哔哦，唔敢开嘴的哦。不要紧啊，天顶天公啦，地下母牛公，我来讲。对，要不然哦，听咱这母牛公啊来发表一下高见。好来，咱白白拢是达波的，有啥物代志咱就坦白讲啊。阮小妹啊，秀芬啊，既然恁五家无替恁生一个后生啊，来团休会。
地主和文忠啊，伫外口找一个较贤的查某来生后生，安尼要怪大，怪阮小爷无唔对。伊啊，不过我是秀芬的大兄呢，我袂用你看伊受委屈呢。所以呢，我决定要将伊母仔囝带转来外家。无啦，大兄，你明讲安尼就要甲秀芬啊带转去啊？当然，我唔是安尼就甲带转去啊。多谢大兄。哎，免多免多谢。我要甲你的小算清楚嘞。算小？啊，要算什么小？莫安尼硬撑啦，啊！阮小妹仔秀芬啊，嫁来恁五甲十八栋哦，毋是互恁话走就走呢。人咧做公务人员，做到退休嘛，还阁有退休金好领，对啊唔对？来啦，咱就安尼一条一条慢慢啊来算。阮小妹仔嫁来恁五甲陪你困十八栋哦，也毋过伊用你请你，有影有艰苦啦，也有欢喜啦。那这条小呢，卖算，安尼我有名利无？名利名利。要唔过阮小妹仔踮恁五家十八栋，安尼煮饭、洗衫、摒扫、卖书、使用人呢？伊即卖老计划，一个月都爱一万五千几哦，卖，拍折头，万五都好，万五安尼一栋拄好十八万，对不？安尼十八栋拢总是324万。好，前十五档两个点数，拢总三十个点数；后三档一个点数，拢总是33个点数。安尼算起来，差不多算三起来49万5。安尼加起来，拢总是三十七十三万5千块，373万5千块。安尼有清楚啦吼？哎，这是要无起价，无加利息的哦。要我小丽的学位，要就假装你做人的老爸，敢就免添装的哦？啊，这条是你免付。陈家姑啊，那秀芬伊对我无讲话，要你是咧算，你即摆是咧算什么？伊要有啥物话通讲？人王宝钏寒窑苦守十八冬，伊干落尾要有正工通做呢？啊，阮小妹啊，啊？啊！阮小妹仔甲你提这一束仔钱，敢有过分的哦？安尼啦，拢总算你500万。啊？500万？安怎？500万收这是？有啊！打阮亲家职工啊，伫遮看阮亲家职工的面子，我安尼打八折，打八折500多四块，安尼算四块，400万就好。啊？你是把我当作肉点猪头的肉是哦？讲袂着袂哦，秀芬啊，他你来了解拄好，恁的代志哦，我无法度通好讲，恁家己去讲哦。哎，你唔通讲着钱就要落跑呢？啊，还阁有小我袂算的哦。算哦，恁豆豆爱去算啦。哈，我先去赔啦。什么咧秀才？我看你哦，敢那繁荣咧。哎，你这老哪安尼哈？哪样无担当啊？你坐咧。我要有小妹跟你算咧。秀芬啊，阿兄。归去啦！你算算好清楚啦，写一张手单哦，大家订火票啊。反正吼，我已经是嫁出门的人啦，我的代志哦，免你插遐多啦。你是咧讲什么话？讲什么笑话？不要紧啊，你若无要转去嘛，不要紧。我会将我的户口刷来遮，我归去就点大点遮。这声我苦啊！人讲借无大无，借我无底款。阿兄，你这边来找我，到底是什么代志啊？我本来是要来看阮亲家，哪会知影我来到五甲，都看你叫人欺负，我是恁大的呢，我敢用你无差？哦。安尼讲，我会多谢你咯。哎，来来，莫讲多谢啦，咱是兄妹啊，应该啊。来啦，
啉一杯啊，解忧愁啊！来，免啦免啦，我若无看到你吼，我就袂忧愁啊啦。我是为你好呢。为我好，嘛无人安尼啊。我本来甲静怡哦，住伫个隔壁，嘛平安无代志啊。啊，你一个来哦，袂输讲哦，人惹厝拆，啊鸡仔鸟啊，打死啊无半只啦。这叫做啥？恁知无？因五甲大事，唔知影怎则啦。啊，阮种代志咱莫讲。你讲我迄落亲家职工啊，就好。啊，伊坐位人啊，啊，代志叫唔管，叫我话，伊掠做安尼，就会天下太平哦。阿兄，这边许怪阿姐啦，阿姐即马吼，实在足操烦的啦。你敢知影？伊未食未困的呢。你即马莫去找伊麻烦，好无？我是只个要治因五甲400万尔呢，也毋是偌济钱啊！哈，为着这小寡钱，安尼就烦恼，安尼敢对？你是讲伊倒去啦？啊，就是因为吼，伊的查某囝因为胖去，伊伫咧操烦呐。哦，都无无怪哦，啊，无怪讲我这回无看到恁小姑，即落避讳啊，啊是讲。啊！当时佫变伊个查某囝。啊对。哎，静怡即款，咪倒。那拜托你好啦，你若有代志哦，你找文章啊啦，我实在是哦，无迄个闲工通插恁这代志啦。是的，是的。讲什么是的？我是专工要来甲你回是的啦。啊，对啦。啊！昨下阮小妹啊吼有甲我讲，你是为着恁查某囝的代志。啊，对啦，我昨天吼是要来甲你斗相共的。你来来恁，哪啉哪讲啊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请你过啊！歹势歹势，稍等下吼，我就爱搁找人啦，无法度人陪你伤久。歹势，啊，无无啦，亲家即讲啊，啊，你唔通为着讲恁查某囝的代志伫咧烦恼。古仔讲你较早嘛是甲人江湖上伫咧走跳的啊。找人的代志，我来就好。无咯，真过久啊！阮也已经找真久啊，也拢无这個消息。你敢有法度？我吐目知影，伫这江湖上化作一件东呢。而且我那想讲吼，即落南北二路的兄弟啊，海山山山，我拢要甲联络。拜托去斗找，生要记人，死要记尸啦。无咯，米花是绝对袂用死的了。啊！我誓言，我喝一杯，米花也未死啦，啊是讲，哎呀，迄落亲戚一讲啊，啊我看你店厝的吼，莫安尼死记奔波，店厝的电脑消息就好啦。是讲吼，米花啊，你若正经讲会当找到啊，算起来吼，你是我的恩人咧，我应该吼。大甲你说一多谢，等，我先叫你先。慢咧，好，我上惊你搞你做，来，应该。我大伯爹，顶回去做大刀，迄个查某有家属，又去买来面。千五，你看对因的家属是毋是爱先检查身躯？唔免，咱只要暗中密切注意了了千五伊的情绪甲伊的行动，安尼就好。好仔，阿叔，好仔，阿爸，阿碧辉啊嘞。米惠吼，身体阁真弱啦，啊，我唔肯好来啦，我叫伊吼，伫咧厝内疗养啦。来啦，来坐坐坐。啊，来遐坐啦，来。我咧传物件来咧。我知啦，米惠吼，你免烦恼啦，你家己伫这家哦，你身体爱顾呢。你两个吼，又遮尔啊少年。以后一定会生做做小宝宝，对不？好。是啦是啦，我知啦。以前伫外面无感觉着，一礼拜足紧就过啊。怎么伫遮？
一礼拜卖书比一年较久啦，真无简单待到拜六，所以互我失望。爸爸哦，过去也捌坐教过，我真了解你的心情。但是阿爸提醒你，上帝要紧就是这个品行。你若表现较好咧，真紧你就会当加薪咧，啊？是啦，是啦。爸爸，阿嫂，你敢知我这礼拜是安怎过？我真等嘛，甲等今仔日，看到别人的某带囡仔来才见面，会当共度一暝。我可无通已经看到米菲啊，一家会当团圆。阿爸，阿嫂拜托啦，后礼拜一定要带米菲来。你放心，我会啦。无论安怎样啊吼，包车我就会叫米菲啊来这所在给你面对，啊。我知。拖下过吼，这是米菲哦，特别替你传的，你试看卖。来来，也是。恁回去时阵哦，一定要替我甲米菲讲一声，讲我爱伊，我足思念伊的。我会等伊后礼拜过来甲我看。啊，来去来去。阿爸，阿爸，先等咧。来，再给你炸点罗林，会当啉。哎哎哎，阿姐是啥货啦？当归茶，凉的哦。啊，要排到这个有诶无诶，啊，我是要出去分咧。呀，安尼就袂输去晚上啊！哎呦，遐日头遮尔炎，爱加啉水啦。对，我加举一支雨伞。阿免啦，免啦。啊，准备了遮尔济船啦，啊，这是要去倒分钱？哎，不要紧，算啦。阿爸，哎呦，阿爸，放倒就好，莫伤忝咧。哎哎，放倒。你拄则讲啥？阿爸是要分啥物件？分钱啊！啥？分钱？是要分啥物钱啊？吼，搭只是阿爸的啦，伊要分到啥物，还是要看你。兄妹，我问你一下，你叫啥名？我叫阿秀。阿秀。这名袂歹，含你真好。其实你嘛知影，阿爸少年时阵就非常风流。阮老母是排第三，我看你毋是第四，就是第五生，对无？我毋知诶。毋知？啊哦，我犯罪想过侪，啊，排到算袂清啊。差袂第几个生，虽然拢毋是大宝生啦，也毋过以我阿爸的心，全拢感觉，对无？嗯。阿叔，我即摆找到一间厝啊，我想要接阿爸去住，来当予四大人住较舒适一点啊，咱心情才会快活。你讲对无？也毋过阿爸讲，伊家己有足侪厝的哦。小雪。有人不作数了，阿爸还有真多不动产。阿兄，你在念啥？无啦，我问你，阿爸去倒？出去赚钱啊！当阿爸才一岁啊，还搁出去赚钱？伊是去赚什么钱啊？做乞丐啦。我问你，谈何容易？世界变得冷清。今日好运醉老东，明日失运醉老西。
顺风水准人人爱，独风见水人人爱。亲像阿爸安尼贴钱做善事，伊的钱一定要真多。若是等伊把钱拢捐出去，那呢我所做的一切，唔就拢白了工啊！有良的头家头家娘，好心好行好积德，施舍淡薄来援助，予恁大家平安大赚钱哦！啊，多谢多谢！阿爸，阿爸，你真是无下无在伫咱的本钱哦！我唔是恁老爸啦，早就甲你讲了啊！你认着人啊，阿爸，我知影你是咧怪我这个不好囝，是我不好，唔才让你老大人一只做乞食。我求你，莫无爱情我，我真好过。啊，若无这世人，我便无便搁再活落这个世间。我才是唔是你的老爸啦！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老乞丐，为怎样？你还一直要害我，你都做囝啊！阿爸，就算讲你当阮阿婆放袂记哩，也毋过白囝天性，袂用讲无爱情就无爱情啦。我千里迢迢，你美国倒来，就是要找你，阿爸。我想要知影家己阿爸是啥物款的模样，我想要知影家己阿爸是毋是过了真好，是毋是有事实在洪台。阿爸，若是真嘛，你子孙远大，一家过到真快乐，我一定袂出面来认你。是为怎样？那是因为你的日子若过得好。我都唔免出面来增加着你的困扰，我若出面，就会让你想起着我的老母，就会让你想起着要一个后生流浪伫外口，啊，这个后生，自细汉就失去了老爸的爱，一心想要找出伊的老爸。伊所做一切，为的就是要叫伊一声阿爸。你若是过了好，我的事底还祝福你。然后点点来离开，就当作我毋捌回来过。你遐个即马，我知影你过到遮尔凄惨咯。我敢听无恁二声，若想到我甲起阿爸在做乞食，我连饭都吞袂落去。阿爸，阿爸，是你鬼？那我叫你友好的好心啦。阿伯，你着尽大尽啦，你若不大尽吼，天公嘛袂原谅你呢。阿爸。看你家己的亲戚好势，阿你一世人抱着遗憾，我落去心。阿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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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住你。阿爸，你肯定我，你肯定我，阿爸。你会记认我这个老爸，阿爸就是死也甘愿咯。阿爸，阿爸，这个又好啦，啊，这个又好。阿伯哦，这是你平常哦在做好事哦，今仔才得到这个成果呢。是啦，啊，你这个查某囝有，啊，你连后生嘛有啊吼，哦，足恭喜你的呢吼。恭喜啦，恭喜啦，恭喜啦。阿爸，
今日感觉还袂好，我安尼当然好。好啦，阿妹妹，我甲伊行就好啦。爱转去，紧爱转啦。阿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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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阿爸，阿奶上手哦，差不多了。好。阿爸，你衫裤给你掀来啊？大家都外面囝仔顶就好了。哦。阿爸教人遐烧钱啊，那安尼以后，阿爸得当过好日子啊，就好。来，阿爸，谢谢。唉，天公伯啊，对我真好。这位是怎讲？本来啊，我是已经死心啊啦，啊是讲哦，我这世人啊，注定着爱家己一个孤孤单单啦，就是死吼，嘛无人通送我上山头。啊，即摆吼实在想袂到，后生查某囝。阿爸，你莫想伤济啦，你是一个真有福气的人咧。后壁日子哦，你会愈过愈好，我甲你保证。福气我是唔敢唔望啦，我是希望讲吼，我有生之年啊，一定通哦多做一挂善事，消这个罪孽，安尼我就死了后，对咱的祖先嘛才有一个交代。讲到这祖先吼，前一阵我等于工作的时阵，我听到一个消息啊。什么消息啦？咱国家是毋是块工业的工厂啊？哦，你就是咧讲迄个西部迄块工厂咯？是啦。啊，即马所有亲属拢咧参详要卖迄块工厂。嗯。要毋过要卖工厂哦，是啊，所有伊拢提出来谈。啊，今即马所有亲属拢等落啊，敢剩阿爸你这条命啊俩。原来要叫我提迄个硬杆出来谈啊，我唔肯。人因咧讲，这个工程也是袂掉，对咱地方是有非常大、非常大的这帮助呢。啊，以后日子大家拢真好过啊。而且人因咧讲，讲啊，你无听人伫咧讲哦，好产地不如好子弟啦。啊，祖先的产地若袂去，那是好子弟啦。祖先办落来这产地啊，绝对袂用的卖。啊！你是不是因派你来甲我游说？啊，唔是啊，阿爸，我嘛徛在你这边呢，我嘛无再进卖工厂啦，日子搁再安怎歹过哦，嘛绝对袂当卖祖产，对无？你乃安想真好啦，啊，恁的族亲的老伙啊，头壳有影歹去啊，或者不孝的子弟小花使弄一下，因啊吼都提起来断啊，财产也分得去了后啊。就甲因放杀，啊！将几尾吼，就做罗公司哦。头壳歹去的人是你，我靠，甲要对中啊嘞，才乎你来整我。我安尼做，都是为着迄个工程啊。要无你再甲因讲啦，吼，应该我会用个提出来甲因断啊。小心点。嗯，这拢可以啦，啊，不过吼，等你后，这财产也是本来啊，欠五年我拢无爱得啦，我拢总要甲赶出去。谁要被赶出去？我要起一间养老院。养老院？要让所有啊，这个一挂无依无靠、可能放杀的老伙啊，有一个吃风吃雨、三顿吃会饱的所在啦。哎呦，阿爸，行，我想过出来去啊。后摆我就带你揽滚水。这边倒。
那我等哪久啊？歹势啦，我都好。好，慢解说啊。我日来到上港，调查阮老爸一寡秘密。啊，是啥物秘密啊？真简单啦，敢若八字尔。八字哦。嗯。嘿，要搁甲恁老爸合婚了？伊是一个人玩的。田横厝地现金偌济？一八字啦。田横厝地现金偌济？哟，啊，搁拄好八字哦。你去写一份啊，请假单。干嘛掉？假单？你要写？我负责。干嘛掉？你要放伊个假，安尼敢好？是安怎唔好？因为了了清我，伊某顶过过大度，来甲面会，伊受着刺激，情绪还无啥稳定滴。也毋过看伊最近的表现真好，而且厝内面阁发生代志。你应该是有权利通等伊探亲，你进去写。是。我何在？啊，干嘛掉？厝内面的人要不要来甲你面会？我打电话等伊啊，啊，毋过都拢无人接啊。你会呢？等伊厝内面看卖呢？你要帮我等伊啊？也毋过你爱会记哩哦，你只剩两个月就要办家事啊！我希望你应下，哎，我会好当个点名。会啦，我一定当个点名，多谢干部长。这电话线串串起来吼，啊，唔接电话这嘛唔是办法啦。啊，复赛啊，这加过来吼，因为警官敢那听对会搞掉哩。阿姐，我嘛知影哦，安尼稳稳落去唔是办法。啊，不过福财若是敲电话倒转来，一定会找美惠啊！啊，伊要听美惠声，到时阵是要安怎啦？美惠啊，啊，你是走去倒去啦？啊，你若无倒转来哦，福财哦，真是拖家务。美惠啊，我倒来啦。你真是拖工，你来做这糊涂蛋啊！无啦，我无拖工啦，干嘛就帮我登来探亲啦？啊！李辉啊，李辉啊，我登来了，李辉啊！哎，哟，好仔啊，啊，才当时登来，拄好登来啦。啊，李辉啊，哦，李辉啊，伊都点啦？唔通讲阮妈落去啊啦？好仔，我老实甲你讲，李辉吼，离家出走啊啦！离家出走，阿嫂，啊，你不是讲李辉你情勇，啊，哪会变安尼啦？我知啊，现实的啦，啊，着自从顶边吼，比如讲迄个你面会，伊还鸡巴肚落来吼，伊着走无去啊你，自顶边着走无去啊，啊已经这久啊，啊你拢无甲我讲啦。我是怕你哦受到刺激，才不敢跟你讲啦。真实的哦，阿妈袂好，美惠家己坐伫外口咧流浪啊。你哦，莫激动啦。我嘛试过哦，有伫咧找美惠啊咧，也伊会去所在下，我拢有去找过啊。派出所哦，我嘛有去备案啦。派出所哦，连讲我安尼一工到暗拢在行，就到阵啦，无什么消息啦，你咧。阿爸，阿美惠啊，伊哪会离家出走啦？你甲我讲啦，到底是安怎？卖阁甲我问啊，好不好？阿爸，好在，这总共一句话，伊今日离家出走，拢是阿爸一手造成的。没应怪阿姐啦，好在，爱怪啊，爱怪阿嫂啦，是阿嫂无甲美惠照顾好，爱怪我啦。你无无老小妹啊，这也不是你的不对啊，啊是恁阿叔伊。阿兄，我要来找美惠啊，若找不到伊。我嘛无要等你夹人啊！哎，好，你唔通计较，我剩两个月就用你假设啊！你安尼做敢算会好？是啦，福财啊，阿爸叫你，你吼去复兴园
这两个月来吼，阿爸保证吼，找米回倒转来。